小学一天的课程都在干嘛吗？你知道什么是同整教育吗？现在来到屏东，去建国国小当一日小学生，拍给你看。所以里面也是胶水吗？这个对啊，胶水啊，有绿色加了绿色颜料，所以他们刚刚在挤的都是胶水，有的是亮片，有的是胶水。你们要先摇一摇，再去把水加满，先把它摇散，再加加满。我先去吧。装好就完成了吗？应该吧。好，然后在外面做你装饰。好像是什么颜色？橘色。橘色。那你看完真的有心情变好吗？有。回去吗？刚刚上完了很吃逻辑的机器人课程之后呢，现在要去活动一下筋骨，体育课开始。孩子们的体育课没有我参与的份，只能在旁边看。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堂。有看到吗？没有，没有。
不幸，务实会造福，还是想新闻可以看到他的东西。小朋友的午休时间，但刚刚听说有一群小朋友会透过午休的时候呢来练习他们的铅笔字，还特别跑去他们的教室了解一下他们平常是怎么样上课以及练习铅笔字的部分。我在这边练习的时候，你们就要互相注意姿势，比如说这样，问题呢？对对对，你就跟他说，落长一点，你知道吗？啊，如果你看到他那样，你要跟他说，因为我只有两只眼睛，我没有办法注意到每一个，你们咱们一起聊一下。啊，如果这样，这样做的，那这样对不对？对。啊，如果这样。关心知识，接下来要去下一节课，出发。给我一个地点的话，可以去小河边。好，好，没亮过。来，让你说。开始的时候，你在最后一行。我一定不要让大家生气。可爱又活泼的小兔子，偏偏有一天好奇到的小兔子。我有一天看见一只红色的老鹰。我们的脖子，它上面可以绑一个小花的小礼花。
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